已知 log 2等于 0.3010， log 3等于 0.4771， 是求18的24方乘开后为几位数。我们可以知道 log 18的24方等于20乘以 log 18， 那 log 18又可以拆成 log 3的二次方加上 log 2，所以等于20乘以2 log 3再加上20 log 2，我们将数字带进来，所以等于25.104。那25.104我们拆成25加上0.104，这就是首数，这是尾数。那位数的话等于首数加1，所以等于25加1，所以有26位。